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现在这个数字前面六个一，后面六个二，他说这个数哈是两个连续整数的积啊，他要你证明，他是怎么做哈？这个等于多少呢？这个哈，这个是百万位数嘛，是一二三四五六，啊后面六个零乘以十的六次方。再加多少？后面这个，这是二乘以多少呢？一二三四五六，啊，这个因数可以抽出来，所以这个呢，这个是一二三四五六乘以多少呢？十的六次方加二，就一个一，一二三四五六，这个可以被三乘除了，因为二加一的话等于三。可以被三乘除，那我一二三四五二除以三，三三得九，好啊，三哎，三三得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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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十二，三四十二，所以啊，这个等于啊，这个是等于三乘以。一二三四五六，啊，这三的话乘以这个哈，刚好是六个三，啊，这里是五个三加一个四，所以刚好是差一，所以这是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二三四五六乘以多少呢？一二三四五六。哦，这两个呢是连续整数，那这样就证明了。